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811年3月12日，台北捷运双线列车南京复兴站哦，7:31所拍摄时，开往台电大楼的高耐性高能高轨时间和进站路。如果喜欢每个马掌们多多点我们的喜欢片，感谢大家，拜拜。台电大楼，台大 building。在南京复兴站实行哈，啊，我要去西门，今天啊，要不要上西门？往台电大楼，来到 building C38型5655编制，在南京复兴站，准备告密他们5655455，好，谢谢各位，大家拜拜。